兄弟们，我已经六阶考上一级了，我再打满一颗星我就凤凰蛋了。我的天哪！小宝，你们看一下我这把能不能渡劫成功啊？这关键太关键了，这局这么牛啊！对呀、啊，就差一颗星，这个就凤凰蛋了。对，那妖粉丝打还是单挑上好？我自己单挑好，单挑稍微好一点是吧？我自己上好。哦，如果说妖粉丝的话，这个难度就增加。对，就很容易就掉下去。哦，来直接匹配。哇塞！比赛现在就开始啊，小伙伴们猜一下，小强同学这把这一颗星能不能加上去啊？加上去就是凤凰蛋了。对，有没有信心？太有了，太有了。好，拿出你一点实力，好吧。 OK， 对了 OK， 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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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第一关很好像要过了。哎，哇，有点实力啊。当一爱人，刚一爱人，绝对爱人。嗯，来走。好，第一关随便过了。好，这关你应该打了很多关了吧？对啊。啊，我现在第一名。啊，第一名，好，绝对能过了啊。好 ，OK。这关为什么时间那么长啊，小杨同学？直接拿下第一名。第一名 ，OK。转转森林。走，我去，这关上次我好像玩过，有点难度哎，这个。这个还行。还行啊。对。看一下你有没有实力。玩。我去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上次我这关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好像就是过不去。这关有难度。有难度啊，绝对有难度的。那你这关没过的话，你会不会掉星？会的呀。也会掉星是吧？嗯。啊、哦，好，现在还是比较靠前的啊。不是，很后面的都。啊，你很后面。嗯。对，转这个圈圈可以加速。嗯。完了。哎，可以进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快快快快加速！啊！我最后一个过的。这关我还不怎么会玩，这种竞速的我不喜欢。啊、哦，这样是吧？来看一下第三关。完了，点亮星座图，应该是输了。来冲！这个是不是就是不要掉下去还是什么？不是，点亮星座图，要到这个光环里面转一下是吧？对。来，好，这里有一个，来进去。OK， 收集到十一个是吧？嗯。哦，这里有，这里有多。好，五个了，有时间，有时间，必须有时间。好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六八个了，八个还差三个。好，来，九个，还差两个，十个，十一个，我去，厉害！那你这把输了的话，也能晋级了。对啊，已经晋级了。哦，来看一下这一关。这个是啥来着？一场属于糖果的大乱斗，究竟谁更胜一筹呢？哎，你这个皮肤还能拿冠军？能拿冠军有信心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必须得有信心，好吧？嗯。拿出你一点实力来，好吧？哎呦，来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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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我直接去上面跟他们打了，一丝血没有。你不要下去嘛，在上面嘛。这关我是好像一次都没看到过，小心啊，别被他砸到，死不了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我、哦、还有点血，还有点血。小心小心啊，注意啊，如果能拿冠军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啊？嗯。啊，哇塞！哎，好，打下一个。没死那个人。啊，来注意。直接横扫了我丢。好，你现在在这个，哇，你怎么有这个？完了，掉下去了。完了呀，这是啊，没事，失误了。再看一下，现在加星了吗？凤凰蛋。哇塞，加一颗星，凤凰蛋！我去，小安同学，你是不是第一次上凤凰蛋？肯定的。啊，主要还是最近没有时间打这个蛋仔派对啊，因为学业太重了啊。嗯。小伙伴们，恭喜一下小强同学吧。